面上是总统赖清德来到基隆庆安宫参香，并接贬安海福民。接贬仪式中，包括庆安宫主委童勇、基隆市议长童子伟、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，还有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前来参加。另外还有立委王振旭跟多位民进党籍基隆市议员都共同参与。总统赖清德致辞表示，主要来犒谢神恩，也向妈祖婆祈求保佑台湾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你今天来第一个心愿呢，是要来犒谢神恩，感恩答谢天上圣母妈祖婆台电神通，到底2024年，不只是总统、立委平平安安顺利举办选举。而且我们不必请这个股票动算，中华民国第26个总统啊！其次呢，我是来为台湾祈福，特别是咱这边的7月份，无多久就进入台湾风台的季节，所以我特别来祈求妈祖婆，不必咱台湾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咱家人是四时无灾，八节有庆，所有的善男信女，大家合家平安，大家大赚钱。总统当选之后，那阿公就是总统要叫阿公，我的阿公就特别安排，非常高兴，就安排了这个要来接贬正贬的事。那赖清德从行政院长担任以后，就在庆安宫正了贬，副总统也正了贬，当选总统也来正贬，那同时也是还愿，谢谢妈祖娘娘。神尊在上的帮忙，也感谢我们基隆市民。总统赖清德也提到，会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方案，并全力来扫黑、打诈、清毒，让人民安居乐业。我伫遮再度向全国人民报告，我清德决心打击乌金潜毒，给社会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空间。所以，咱第一波已经抓2500个。差到偌济金额呢？7亿多万，哦，7亿多万，未安尼就停止，会继续不刷落去，大家赞成啊？咱就继续不刷，咱大家共同合作，政府，和人民共同合作，来打击乌金潜毒诈骗，这一定要全民运动才有法度啦，无因是拢真有组织的，嘛有科技呢。真有计划你诈骗的，所以咱一定要政府带头，人民支持，共同来打击乌金潜毒诈骗，哦，咱人民会当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，大家讲好唔好？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